在脑海里能不能把这个图画给我，这个画像给我想象出来，拔开出来放到一个房间里，把所无数个房间罗列起来，就形成了啥了？内存。那么我们的数据是不是用0101表示的呀？那你看开关是不是就可以表示01啊？我要告诉你，这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来说，一个整数我们存到内存里，它占几个房间呢？它不是占一个房间啊，它不是说一个房间我就放在这个10的，我是这个10我会占几个房间呢？哎，我会占四个房间，我会占四个房，这个10如果我放到内存里，它会占几个房间？四个，我就相当于把这个四个房间怎么样了？打通了，存了一个10，能理解吧？那有多少开关？用这个开关是不是就32个开关啊？这32个开关用0101就能把什么表示出来？把这个10怎么样表示出来？那我只需要把我这个10变成二进制的，是不是存进去就 OK 了呢？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对吧？能理解这个含义了吗？挺简单的吧？那么这样好了，我们看看一下内存的单位吧。一位一 bit 啊，那么说了，八 bit 等于啥？等于一字节啊，一字八字节呢？哎，那再说了，刘同学，数八字节再等于啥了？不是了啊，1024字节等于啥呢？一 k。其实这些单位目前来说我们接触过的还是很少的，对吧？对于你来说，越往下走你接触的越多。 1024K 啊，这相当于啥呢？一兆，一兆其实就是 EM 是吧，对吧？10哎，兆我们比较理解了，因为我们下载歌曲都是几兆几兆几兆的，对不对？那么1024兆呢？等于1G。比方说你买硬盘，是不是按 T 来说，就按那个多少 G 来说，早期都是什么200G 啊、500G 啊，对不对？是吧？哎，但是现在呢，1024G，对吧？等于多少？1T。目前我们能知道一个这个单位就行。这个单位别看说是我们这个硬盘的一个单位看着，对吧？就我们内存就是按这个单位走的啊。但内存现在能达到这个T 的好像还没有啊，内存能达到 T 的啊，就说我们是见不到的。你要说没有呢也不可能。那么我们现在的电脑的内存数才8个G 呀、我见过的，我当时还在那个移动研究院的时候，就是那个长春墙那边有移动研究院，就是最牛叉的移动最牛叉的一个部门，对吧？最烧钱的部门，当时我还在那儿来的呢、当时我们玩那些主机啥的都多大的呢？都是最大的我见过是256G 内存，就是那种电脑要玩游戏的话，卡死你，因为它没显卡。因为都是一个服务器罗列起来，没有显示器的啊。但是那种运行速度，那真都是飞一样的速度。这是我们的一个单位。那么为什么要把它抽象出来？因为我们的内存中它就是以呢，哎呀，我这个。哎，难受啊，真难受啊！以什么呢？以二进制形式存储数据。对于你来说，其实知道内存其他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意义。你只需要能把我的这个抽象能看得明白了就行了。内存呢，其实如果说要讲内存的话，非常非常非常的麻烦啊！光内存我看过一本书就这么厚啊，后边还看不到，我得举高点是吗？
我没看完，反正是就有关内存的书就一大本儿，但是就是我讲这点可能一页都不到。那么但是你只需要把我刚才讲的这个抽象能理解清了，内存啊，比方说想存一个数字十，我刚才说的我需要几个房间，四个房间，四个房间里边是有32位个开关啊，我就让这32个开关我就能把这个数字十表示出来，这样我是不是就存到内存里去了。那么 我存的假如房间是1234这房间四个房间，我是不是存了十啊，编号1234四个房间是不是存了十啊。那么我想用这个十的时候我用谁去找到它，我是不是要用地址啊，我用我的房间号能找到房间对吧，那么我现在就想找到这个房间对吧，再说它有1234四个号用谁呢，我说是不是把这四个房间我们相当于给它干什么打通了，打通了之后用几个号，我们想就用想着用一个号就可以了对吧，那么我们找到房间一是不是就找到房间234了，是不是就能把这个10找出来了对吧，通过这个地址我们可以存数据还可以干什么取数据，那么你看我们想往内存里是不是存是不是就知道哪存了对吧，找到一个几个房间我说往里一放就 OK 了，我用的时候找到这个房间号我说把我的数据就找出来了对吧，很容易理解吧。那么我们存数据不管你是什么样类型的数据最终存到我们的内存里都是二进制的，只不过可能有的数据占四个房间有的数据占八个房间，你占的房间的数量怎么样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存的数啊，我们存的都是二进制的对吧。那么二进制可能有的同学啊其实上那个大学那会儿可能好多同学就对于这些进制的东西感觉是不是挺难的，哎，就是搞不明白进制间还得转换对吧，啊，我还得计算加减乘除啊，加乘除咱们不管啊，没有啊，加减啊，这些东西感觉，哎呀，还有什么位运算、余运算，对吧？哎，感觉这些东西，我靠，这个进制啊太难了。但是啊，那是你们老师啊不会讲的方式啊，这根本就自己没有想过，都是拿着那本书照着书直接去念，对吧？你他没有去自己去整理这个进制这些玩意儿。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知道进制有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对吧？这是我们常用的，对不对？其实还有什么六十进制啊、24啊？其实你要想想，来思考一下，人为什么要使用十进制？生活当中为什么使用十进制？哎，对对对，因为有十根手指。啊，有同学说那当时不还有脚趾头吗？可能我在想啊，当时的科技已经发展到有鞋了，所以说他数的是手指头，哎，脱鞋还得挺麻烦的嘛，对吧？那么在想啊，其实我后来我又想进制的问题，我在想，美国人或者英语，他当时我感觉他想使用12进制来的。只不过后来好像发现12进制不太好用又改回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啊，这就考验你们英文的时候英语的时候 1,2,3,4,5,6,7,8,9,10 到10了是吧，11是啥 11, 12呢 13呢 13、啊，你再看20，20是啥 20, 21呢，21和11有明显的区别对不对，是吧，我估计他前十几个想用那个12进制啊，但是发现不太好用，在20以后又改成啥了，10进制的啊 ,21,22 了嘛，你看啊 ,31,32 对吧，就11和12怎么样不一样啊，我瞎蒙的啊我瞎掰的啊，你别拿出去跟他说，你们知道吗，每个人以前使用12进制。这是我瞎说的啊，我瞎掰的，我忽悠人用的啊。啊，玛雅人以前是多少进制？玛雅人60进制吧，还20几进制？60进制吧，我记得不太清了啊。那么进制啊，进制对于我们来说，哎，不管它啥，我们只需要知道2进制、8进制、10进制和16进制就 OK 了啊。那我们来看看2进制，2进制。它有哪些数字，它
它只有零和一，它有什么特点？啊，对，逢二进一，这是它的特点。那么我们计算一下，如果二进制的零加上二进制的零，得多少？得零。那么二进制的零加上二进制的一，得多少？得一。这倒很简单，这零加一得一，我还不知道吗？对不对？那么一加一得几了？它就不等二了，对吧？逢二它会怎么样？进一，变成幺零。这个你不能说一加一等于十，啊，那是二进制的，那是十进制的读法，对吧？叫幺零啊。其实一般的帅的人都叫读幺零啊，但是其实读的不太准确，其实应该是一零，对不对？但是一般的你看帅的人都读叫幺零了，对吧？啊，那么这就是二进制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幺幺加上幺呢？啊，首先你看啊。我们如果做运算的话，可能是幺幺啊，加上一个啥幺，加号以前写哪边来的？写这边是吧？你看，我都以这种小学生的姿态去教你们。那么你看啊，这个一加上它上面的一，得几？得二，是不是该进一了？那么按理说。这里边我们如果写的话可能会点个点儿，以前对不对？哎呦不对齐了哈，那么下面是不是写个零啊？对不对？那再用这个点儿去和谁加？和上面一加，是不是又得个二啊？那么又来个点儿，下面是不是又落个零？那么最终这个点儿是不是和前面是不是没东西了，就落下个几？幺幺零零就落下来了，是这么算的，能理解了吧？这个我就给你放着吧。哎呀，这个电脑，我这个电脑其实也是挺卡的。我这个电脑是那个四核的吧，好像是，我分了这个 Windows 两核，所以说可能也有点卡啊。那么这就是二进制，那你看二进制难吗？啊，就这个嘛，你说能有啥难的？你如果不会二进制的加减。加法你就怎么样，就这么写出来，对不对？以前我们是逢十进一，对吧？现在呢逢二进一了呗。那么我们再学一个进制，八进制。八进制啊，八进制有哪些数字？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没有八，对，读顺手了。八进制相对相说明它有八个数字，那从零开始是不是就是到七啊？对。还有就是说，以后等我们学循环的时候，或者说怎么样啊？程序员数数都是从零开始，一个典故嘛。程序员放羊总少一只，因为他从零数，十只羊我就能数到九。跟那个农场的场主说，哎，今天九只啊，我数到九，啊，九只又丢一只。能罚一只钱，第二天又九只。那么一共就是说八个数字到七，对吧？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逢八进一。哎，逢八进一啊，他还不提示我是吧？那我就把它怎么样复制下来？逢八进一。那么很简单了，逢八进一，简单一个例子，一加七得几？幺零。你看，一加七不等于八吗？按十进制算，对吧？逢八了，进一，进一是不是落零啊？对吧？那么就不就是幺零了吗？那么一加二十几？还是三，对吧？还是三，因为没有逢到八，对不对？这是八进制啊，那么我们常用的还有什么？十进制啊，十进制啊，这个速度不快吧？我感觉还是有点慢，是吧？但是也忍着吧。对于没有学过计算机的人来说，
这都是，这是我讲那个啊，这是啥啊？完了讲完半天，这又是啥？啊，我记得我反正我当年学 C 语言的时候学这个进制啊，哎呀我的天，反正我是没学，我上大学一点课都没听过啊，那一考试这啥是进制啊，全懵了，对不对？然后大学一点习都没学，都一样嘛，但是我没挂过科啊。大三那年我考八科试啊，我一科我都没考，还过了四科。你那是什么学校？大三下学期我就不在学校待着了，我就出去自己找工作去了。完了，后来大四回去补考，完了头一天老师就把卷子给我了，完还带答案。完了第二天我上，但是开完了第二天考试还开卷，完了我抄上之后我就走了。真的，完了魔电书店知道吗？交了白卷，完也过了。你们能跟我比吗？咱上头有人。来，那个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进制有这么十个数，对吧？这应该都能明白了，对吧？逢十进一啊，逢十进一，这个就我不算了啊！你现在要让我算的话，我就这，我还得收那个小学数学的补课费。来，十进制，那么最后一种进制我们学的十六。进制，十六进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了，哦，没漏，对不对？没有数字是不是可以表示了？对吧？那么是不是该用脚趾头了呢？那么我们用的是 A B C D E F， 这样算下来我们有多少个数字？十六个。哎呀，十六个。他逢多少进一？逢十六进一。哎呀，你们看着他总冒出来，你们难不难受？还有什么？哎，我给他观察，我给他静音，我静音了。哎。十六进制，如果我一加上 F， 一加 F， 这个 F 我要说，这个 A 是 A 对吧？它相当于十进制的十啊，那么以此类推，那么这个 F 是不是就相当于十进制的十六啊？那么如果是一加上十六，是不是就啊十五对，逢十六进一，那么一加上十五就多少了？十六。如果按那个十进制来算，是不是就十六了？对。怎么样？进一，那么它变成了幺零，它就变成了幺零。那么为什么要学十六进制呢？十六进制有啥作用呢？我们以后的内存地址啊，用十六进制数表示。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牌号是那个42对吧？这十进制的42吧，对吧？以后我们如果这个门牌号我们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的，我们学16进制主要是干什么呢？就是表示来内存地址的，啊，内存地址用16进制数表示。这是我们以后学十六进制的一个作用。哎，那为什么要学个八进制呢？为什么要学八进制呢？其实八进制我们，哎呦，你这很牵强啊，这个理由。八进制我们以后在开发当中我们基本上不用它的。但是为什么要学这个八进制呢？
我也想秀一下，是不是？啊，因为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可以很轻松的和二进制进行怎么样转换？你以为真是我要秀吗？我可不敢秀，因为你们好多都有尹老师的视频，我秀不起来。我只能用最真诚的知识点去打动你们。好了，那么这几种进制简单的是不是了解了？啊，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干什么呢？学一种那种进制间的转换啊。这是上大学的时候，有的同学现在还没转换明白呢。啊，无所谓啊。我敢说，只要你认真听了，今天以后进制转换对于你来说都是小 case。来，我们看进制转换，十进制，我们转，给它转成二进制，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倒数法。倒数法，还有啥字儿？还有几个字儿？余数、逆序。哎，反着写，逆序多高大上。余数反着写。你可以不会用简单的方式，只要你记住这几个字儿，你就能写出来。但是你要说倒数法是啥不知道，那我没办法了。啊，你要说余数不知道，那我也没办法了。那你的小学老师就有点过分了，对吧？那么，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就说这个数字十，比方说它是十进制的啊，我们先给它转成多少进制的呢？二进制的一个数，怎么做？我还不能画图。啊，你看有画图软件，我想那个 Windows 不会那么的太那啥嘛，是不是？因为我很少用 Windows。 好，我们来看啊，什么叫倒数法？倒着数，这得多好看。那么除几？二啊，来几？五，余几了？那这边呢，余零，对吧？再来个二，再来二，对吧？啊，余几？对不对？那么再来几？二啊，上几？一，余几？余零，对吧？再你哎，不要以为这是结束了啊，还得来个二，上几？零，余几？余一啊，那么倒着。倒序，余数逆序，那么变成幺零幺零，那么这个十进制就是多少啊？十进制幺零幺零，转了。以后不管多复杂的数字，就这么干，就这样倒数。你也不会简单方法，咱们不讲先啊，没有简单方法，现在就是啊，就这么算。十进制转二进制，啊，你这还你大学如果你还没考 C 语言呢，你如果现在回去考试，这道这个分是不是就拿了？但是你们应该都考完了是吧？那么余数逆序很简单吧？这样就将一个十进制转成二进制了。